由棒打兄弟象23安破队史纪录。兄弟象昨天在新北市对抗新农牛，象队的正妹球迷到场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黄鸭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嘉妮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投手李玉清，然后他昨天能够完投真的很厉害。我最喜欢的是陈嘉豪，因为我觉得他传球的时候很厉害。没想到兄弟象投手卢少宇 hold 不住场面，陷入了新农牛的炮火之中。牛队开路先锋于先民手打席就开轰，绝对跳出打破队史纪录的23支安打，先发9个棒次全员安打。中场新农牛就以17-5黄胜兄弟象。新农牛棒子火热，不过在投手战力部分，选秀状元林成化表现未达预期，将暂时转为中继。牛队投手教练蔡宗南表示，林成化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球速比起业余时期慢了大约7公里，必须再加强重量训练，未来2到3周会先出任中继投手进行调整。东新闻新庄报道。